几个？28个。我有28个，够抽吗？感觉就不够哎，还是算了。够了，等一下没中怎么办？直接假赛。每次抽这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角色要干嘛？圣欢骑士路盾，增加基本攻击力，障碍物持有量，基本攻击力增加。感觉好像有点废。赛赫之章对自己和我军套用无限弹夹效果。无限弹夹 有什么意义吗？他那个无限弹夹是我的火箭筒，水乐园火箭筒，它可以一直射吗？还是它只是弹夹变无限，它一样只能射一发装一发，射一发装一发，那这样就没屁用啊！我拿一把超凡武器都是那个无限弹夹。远洋之歌，一直叫别人抽，自己又不抽。不是很想抽不够吸引我，而且好贵哦。算了啦，算了，下次一定了。我左思右想啊，我真的觉得这个角色你要抽很香，我觉得不怎么值得。主要是为了圣环骑士路的盾，根本就没有人会拿圣环骑士路盾。虽然它是不错用，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拿。我拿那个什么赛季枪就好了，我干嘛还要拿那把那个红卫兵？砰！那个恰恰恰恰恰，还可以吸血，对不对？啊，什么都可以挡啊！哎呀，圣环骑士路这把枪，它其实还不错用，但是就比它好用的更多。我真的觉得它可以改那个盾哦，你朝那个盾射出去，射到僵尸，它如果会增强伤害，哇，那更屌！你是说像就是穿过他的，对对对，就穿过他的盾，然后子弹会增伤，哇，就很屌。所以还是很不抽。干嘛抽？干嘛抽？浪费钱。对啊，这个一单下去，哪有？我之前那个也没抽啊。我那个安娜那个也没抽，那个极刀灭杀圣才那种。是海超人，你那个就有抽啊，你那个什么绵羊的那个因素，他就很可爱没？你看，就不错没？就还不错啊，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这个艾利克就是有这个黑曼巴，我抽每一个角色都是有原因的。因素这边哦，他这边就是这个泰坦破坏者就很屌，伊莎贝拉好看啊，抽。然后下一次是这个罗美跟罗伊，他是什么暗炎星环？这个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钱太多抽的，好看，这个抽钱太多，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优点，长得丑就算了，然后，加油摇啊奈奈，奈奈就算了吧，没什么优点，这个就没什么优点，有吗？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他很亮，不喜欢。好，那个是死掉的乌龟的。这两个人在干嘛啦？来，就不是啊，他哇，他这个爱心好大哦！靠腰，我想抽哪一个？我靠！等一下，你再比一下。哇靠！哦，他有爱心。这角色值得抽，十抽就出了，两次就出了，直接喷称号。对啊。做梦吧，在做梦。哇！哦呦，杰西卡这假的，杰西卡，给我，要给他了。好了，给你啊，给你。也卖，海超龙，我明天可以买哦。好了，卖不到钱，杰西卡已经底价卖你啊，底价卖你，底价卖他，底价卖。前面才说完我要杰西卡，你这个要杰西卡了？有，一定有，一定会出。两只一次来，你拜托了，拜托了，都是假的，干！哎，几率没加倍啊！八抽怎么可能一次出两只啊？哎，怎么会？你假的。没了啦，没了啦！你看这个几率就他妈很低哦，谁敢抽啊？谁爱抽谁去哦，保底没有要保底哦。嗯，不要再开零，开锁开吐。好啦，不然我抽一下啦，十抽啊，我有雨点。好啊，看你十抽，十抽超 S 啦。放加持，有就有，没有就没了，没有就算了，没有就算了。只抽有出金，然后出别的这样。哎、大喷金螺丝，谢谢。然后没了。哦哦哦哦哦哦哦零哦
Holy， 水啦你，哦，这个有赚哦，欸，有啊，有一只啊，哎，欸，这是比爱心的那个，欸，是是是，有了，有比爱心的，700多块换一只可以了，不抽那个土奈奈，不抽啊，不抽，就一只就好了。心动了，心动了，你看，你看，要把剩下的都抽完，啊，要抽了啊？谁啦？谁要抽啦？我们要抽，就是看一下哦，喔。他等下买30颗哦，喔，你看他买30颗。你知道他在看什么？他在看负三，他在看负320，他还差320，他要出多少才可以再抽？没有，我只是看看哦，喔，靠杯，看看，你确定真的是看看？去看看没？那你哦，看看哦，喔，看看缺多少？他说看看，等一下就变3000，等一下就变那个了，3929点。就跟你说了，我不会这样浪费钱。对呀，啊，浪费钱还是很见好就收。搞不好哦，海超人出资完毕了哦。啊，哪里出资完毕？根本就没有要出，欸，啊，靠北。这个人在假假，谁假假啦？谁？哎呀，我们房间都没了。谁在假假谁？他，啊，就不知道玩什么，欸，你有没有不说，哎，在这边一直等，一直拖。好，海超人重开，僵尸。我跳。跳。哎，欸，靠腰怎么荡掉了，啊？嗯。干重开了，多特嘞，跳出来然后荡掉嘞，我重开游戏了，对不对？你要重开，欸，来一点不一样，好，不一样的镇压庄园，好，不然再不一样的意大利。我今天第一场空中花园才一直被海超人卖而已，我会卖人？哎呦，那个英雄那个关刀一直乱乱砍。哦，那个是我刮的，没错了。对对，原来就是海超人。海超人直接飞到脸上，直接飞到脸上，飞到脸上，飞到脸上。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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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你看，哎，什么？靠背。这个人，你看，哎呦，啊，老贵了，你看，你看，为什么假假？哦，对呀，你看，我不知道啊。哎呀，为什么？奇怪，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看这个人，你看，你看，不是啦，爆仓了啦，是怎样啦？这个服装太多了啦，这个小草啦，小草，哎，小草龟本也可以分解掉。哎，有没有那个滋滋滋的苹果啊？滋滋滋的苹果，把它分掉。有分了，哦，有分了。他很爱戴那个苹果，苹果帽，他现在都戴圣诞帽。看一下，背那个娃娃角色哦，279可以了，可以了，走走走。我们这个就不看了，反正只要喷一只就好了。哦，啊，不是啦。全有人在搞啊！我有一只灵，你有两颗大爱心的啊！妈的呢！啊，三只灵！哇，三颗大爱心！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三颗大爱心，三只灵是怎样啦？啊，这辈子只能跟宝体在一起了。啊，两抽差两抽，有没有要赞助两抽的？没有哈，没关系，不需要你们，我自己买。自己买。那你自己找。两抽直接下去。直接下去，两抽。哒哒哒哒，哎，点错边，搞不好两抽又中。对，然后又中一只灵。不会的，四颗大爱心，有了有了，称号喷出来喽。哦，不要点错哦，不要点到。不会不会，我不是你。哦，要不小心点错，点到左边。点到，哎，有喽。点到左边，点到左边，点到左边。水羊之歌。奈奈水母。干嘛选右边？我就硬要啊，怎样？可以的，硬要。左边啊，这样就四只灵嘞。我才不要嘞。可以可以可以，我就是盘。远洋之歌。耶。对，那，啊，他怎么没有自动帮我头带装上去？现在不会自动装上去了。好了，反正那会这样晃了，啊，好不好？就是这样算有晃。做动作那个更明显。啊，做动作，哎呦，哎呦，就是会晃这样，哎呦，哎呦，哎呦，会哦，棒哦。所以我才说他这次把经费用在这地方上。哇，最大卖点呢，欸！我操。对啊，他会弹。哇啊！烧毁。会倒，会倒。我操！你看他。你看这种旧引擎，然后结果把经费用在这个地方上，你就一直做这个动作，太扯了吧？啊，这个是什么？他一直弹，哇，每一个动作都会晃哎。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圣环啦，顺便看一下，抽都抽了。
看一下。他说这把是放两个，是不是？这只伤害好像也会有提升，是不是？对，反正就随便看看啦。这把枪主要都是玩他的右键，也有两个盾诶。你可以两个盾哦。哦，两个盾，然后就这样啊。你们要看得更仔细的、哦，自己去抽啊。抽一支慢慢玩了，这个奈奈就奈奈好像比较小一包但它的切线中间的切线比较完整一点哦。奈奈比较可爱一点，奈奈不够大，这个线看起来就像只是用马克笔。奈奈就有点太颜色有点太花了，我不是很喜欢。不会晃。好、啊，来一问候。奈奈比较不会晃，大家如果财力有限，可以不用考虑奈奈，谢谢。咖啡，给别人看的。对啊，奈奈基本上就是不会慌，他只会在那边然后啾咪这样，然后他也没有爱心，对啊，他也没有爱心。我是觉得陆佩的那个嘟嘟奇让一让很经典。哦，他这个有那个啦，地板有灯这样，地板有灯，嘟嘟奇让啊。哦，这个灯连续闪的，好看一下这个 damage。所以就是他的右键冲击波会更强，但他这次就没有两个盾，是不是？就是右键比较强这样。一个是谁？好了，开六就是23000嘛。然后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哦，蛮高的，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900，好换。来开六。左键是一样了。啊，右键一样，主要是这个冲击波了。玫瑰的刺，19000，所以差了3000多，快4000，我觉得还行啊，还行。